圣教义经大学第十四、十五届贤士同修，请大家合掌恭念开经偈：义经心法妙难闻，义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愿此功德。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第十四、十五届贤士同修，啊，今天我们上课在台中道场，然后转播到固分寺道场。啊，今天下雨下得很大，啊，全台湾全国呢普降甘霖，正符合啊我们学习易经以生活相回应。好，那我们在今年五月十号开始深谈啊七永日的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圆满之后，构分寺道场住持一法仪啊，恭请龙天护法及各地侠呢，诸天圣神参与水陆法会盛会法宴之后，又与各位住持法师回到固分寺道场，啊，端坐莲台受纳慈云。各位法师讲师所有贤士的供养，连续七天每日恭诵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尊经与诸经，香花果串供养啊，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法师啊，都非常有智慧与慈悲啊，依照法仪诵经祈福，结果到昨天圆满。这几天来全国各地下大雨了啊，下大雨有的路流坏了，所以停工很难做啊，停工拍走。那么天公是谁？圆的话在法界，十方法界掌管地球啊，各个人类安危的大神，西洋宗教所说的上帝，佛教所说的如来，在道家所说的玉皇大帝啊，回教所尊称的阿拉，但是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师尊开示，那就是我们的心为玉皇大帝洗停工，
我们的心存善良慈悲的话，可以感应到天公玉皇大帝，感应到天地上帝阿拉诸佛菩萨。所以本唯心圣教为何名为唯心？因为王禅老祖开示要我们修心，我们的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所以玉皇大帝在本唯心圣教就是我们的用意的父母，父母爻。而我们天地立中，天地立中，圣人立教，天地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万法生成，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天心，不是一个骂完的心娘。所以天地，天为父，地为母，叫做天天地。我们一般所说的就是天父天父，地母地母，地是母，天是父。所以我们生存来到地球上，头顶着天，脚踩着地，那么我们身边周围有万生万物。所以王禅老祖开示天地立中，圣人立教，万法生成。所以万法是什么？这是父母爻，易经的叫做父母。所以我们早上起来要谢天以谢地，没有天以地的话我们活不了，你看要往哪里走。好，看最近中东国家叙利亚啊，这些战争，还有这难民到附近国家，人家不给他进去，进到难民进到其他的国家，第一啊，食物有问题；第二，生活饮食习惯有问题啊；第三，种族的不同；第四，里面是不是有隐藏的各种的危机啊？第五呢，是什么原因呢？无缘呐，无缘呐，飘在船上是业力所限，因果业力，无量劫来所留下来的因果问题。所以因果也是父母爻啊，易经所开示的父母爻。所以我们学易经，我们一定要用意，用意呢首先要有父母爻，父母爻与天地，天地立中，圣人立教，是名宗教。所以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开示智慧，非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拜拜都要跳档跳跳，哎，什么也没有，只有运动而已。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有智慧，智慧就是父母爻。所以各位同修啊，啊，一定要学习用意，这是我们唯心圣教养贤蓄才的宗旨啊。学习带万里兵，言论行动妙定。
唯心贤士，各位双善诸事，天下的父母都是慈悲、啊、尤其我们唯心圣教是终身学习的最高境界的学校，唯心圣教啊，所以我们唯心圣教每一位学员同修都是为人父母，你们已经是天也是地，所以每个人头顶的天脚踩的地。有一次有一个信众大德，他很骄傲，到玄武寺来了，他瞧不起女人、哦、讲女人讲得一无是处。我说周月先生啊，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男人哦，天地天理、啊、从易经来讲这个真理，天为父为男，地为母为女，这是人、啊、那么你头顶着天脚踩着地，若是你不知天知德，接着你一定会坠入地狱道，下辈子你一定会投胎为女人身。哎，各位同学，我这样没得给您喊哦。啊，不是你们上辈子不好了、啊，是你们的慈悲。但是对一个人不理解、没有智慧的话，你会瞧不起所有的女人，接下去就会换，你会投胎为女人身，当然是会受各种的苦难啊，这一些磨难。我说这位先生呢，我想啊，我家不抓真凉啊，现在是很凉啊，师父，我这几天暗时睡拢好跪着，跪着了，而且是女鬼。我讲吼，你过去这中间你就歹习惯啦，你不知天也不知地，不知感恩众生，不感恩所有山河大地的人事物，对于当下的男人孙。你是非常自傲，但是你上辈子你是女人身，这一生出生为男人身，而你们这一生你又看不起女人身，这天地之大道哎！所以你的坏习惯呢，你最近就会有鬼叫，被鬼追。他说被追了。就恐怖哎，很恐怖啦！不要再追我好不好？枉我你的良心在追你啦！啊，要有智慧啦，所以我画这张图给他。啊，这张图拿给他嘞。啊，这个是心嘛。所以我们心到这里中道，男女要平等，敬天敬地一定要同一个心。敬父与敬母要同一个心，敬男敬女也一定要同一个心呐、啊，或者一要瓦砾，所以才有佛教说我们这一生好好修，下辈子女人孙我们不投胎了。啊，为难了，哎呀，师父啊，女人啊，这么麻烦呢。
还是男人身好，我什么都好，你一定要知恩感恩。你怎么来？父母生我们，你不知天不知地，哎，不知感恩，所以你会过得很苦哎。你等你讲啊啦，哎，等你讲对我丢了，那无好啊，这个唔知因不知因呢，你讲讲爱注意。啊，所以老鼠书生开始我们要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里，打雷，打雷嘞？什么时候打雷？你卜卦五十寸，什么时候下雨？所以我们易经的父母爻就是雨，下雨啊，官鬼爻这是雷，兄弟爻是风，好，那这个祖孙爻哦，七财爻是晴天，所以雨水是我们生命之泉源。相对的，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列祖列宗是我们的泉源呢。我们学易经，有人有一次，一位修道人，他说啊，师父啊，哦，你们都一直讲易经不究竟哎。我请问他什么叫究竟？我们学易经，讲易经，首先要知恩，知天地之恩。知父母之恩，知圣贤之恩，知老师之恩，知教导我者之恩啊，知山河大地一切生命生物给我们维持生命的，我们要知恩，都为父母哎，啊，都是易经啊。那么请问你，你修得到这些，你要不要去感恩，要不要去知恩？那么修行面都昂起来，我跟你讲啦，哎哟，穿着修行的华褂呢，哦，这样满满骗骗骗吃骗喝，那有什么用呢？所以人来世间上，一旦有身体，头顶的天是父，脚立的是地是母，天地立中，圣人立教，圣人就是我们的心，圣人立的教义义嘛，而天为顶为日，脚为地为月。这日月同辉嘛，叫做易经的上圣心法。学习台湾黎明，圆满星空妙地仙。唯心闲事，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那么你要应用到这个易经里面要看什么爻，就是要看父母爻，看父母爻。所以你要学易经，这智慧之根啊，若卦中父母母爻空亡的时候，就是合约不实在，最近台北市轰轰雨雨的工程问题啊，政府与公司之间的纠葛，若是当时政府官员有学易经，你可以先用易占卜，这些大工程未来吉凶如何？我相信今天在社会上乱七八糟的这一些是是非非的，一定父母爻有问题。父母爻不是空亡，就是退神，就是木，就是绝，就是破啊，化回头客，修求，这八个法则很简单啊。若是这座公司他懂得用易经，这个合约要定跟政府来订约签这一些工程，很多大公司老板到一发展一个相当的程度是社会责任，不必叫要再为钱来冒险了嘛。所以若是当时公司他会用易经啊，那这个你全部用易占卜，用易之后，若是卦中父母爻动化破，动来克，动化回头克，修求木绝，退神相刑，也是八个法则。那个话就不会与政府之间，政府是全民的合起来一个大公司，甲公司与乙公司，你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烦恼。若是你卦中你身为营造厂商，你要做这件工程，你要会用易呀。易经你占卜一下，卦中若是主生爻有问题，主生爻动化破，化空，化绝，啊，化木，修求，退神，表示结构有问题啦，设计结构有问题。那么相对的，我们政府官员，你若是有智慧学易经，你要为全民为百姓把关，你委托设计的设计师建筑师，虽然有挂牌是大牌，但是你用意你就了了分明啊，这个也结构上有没有问题，结构上是不是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各位，易经不是算命那么小啦。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嘛，公司客户无其心，公司与客户，政府与百姓，百姓与政府之间，你都要用易，要学一会易经。所以易经中道嘛，政府不占老百姓的便宜，政府占了占老百姓的便宜，也是与得有损，让全民社会受到伤害。而百姓占政府的便宜，也是与得有损，也是呢，以后绝对会发生很多的纠缠，纠葛不清。所以我一直在鼓励社会大众学易经，所以我一直坚持的王禅老祖的教义，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嘛，人在世间上一定要聪明。聪明不是雕虫小技，所以我们聪明就是要大智慧吧。最近我很喜欢画一张图，以社会大众谈谈这个问题。这是宗教，这是学术，这是社会上，社会，宗教是天神，是在讲求智慧。是修行，所以宗教越老越光明，这是光明天。你从事学士不从宗教，一直在这思维，一直讲思想，我的思想，执着的思想，到这越陷越深，变成到地狱了。愈老越老越烦恼，越老呢，困在蜘蛛啊一家，串着串着嘞。若是宗教了，你越光明，你的烦恼众生一个角落一个尘埃。所以这张图非常的妙，所以修行中。宗教了，越老越有人缘，徒弟一大堆都来陪伴你老。你从学士的越来越老嘞，孤孤单单，万谈无路用啊！所以鼓励各位同修人要修行，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闲事同修，用义利人天。本维新圣教维新电视台，礼拜三、礼拜四晚上10点到11点，由维新传播公司维新电视台名主播李雅琪闲事。邀请了维新圣教
所有法师每天三位啊，来访问各位用意利人天，已经是利人与利天，利人当然从平安做基础，从道德为根基，利天就是超凡入圣，就是修行见性。所以易经的智慧不是一般人所讲的我学了一点点的易经会解卦，讲话都对平康出来了，我都想熬了啦，我说我都做了啦，废话胡说八道，不知道因果的东西哦。所以一定要加上修行，否则的话你解卦看卦用意为误人，伤到他人的伤自己，那很不好。但是有人有一次问我说，师父，那你这么讲，那我们易经不要学，干脆不为人解说就好了嘛。我告诉你，哎，你不为人解说没有关系，最起码你要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呢，然后再帮助他人。我掐指算一算，哎，你最近导致那么辛苦啦哈，师傅你也知道，我是要到的啦。啊，师傅，你不是要来，你知啦？你想要知易经嘛？哦，一老师傅，我都去了解八万去啊，要几千万啊，无底洞啊！你看怎么样？要来偷？我告诉你，王禅老祖不是偷钱公司的大神呢，不是讨债公司的大神呢。我都叫各位防患的未然。不要伤人嘛，不要拖影响别人嘛，啊，那都好啊。所以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要过来二师父，我今晚来如何？哈哈，就简单嘞。啊，你今晚来就爱病，忧郁症、躁郁症都来啊啦，啊，过来烦恼都来啊，任何人把你抢不走了，钱可以抢走，你的烦恼、生老病死，人把你抢不走了，这是你最大的本钱，没人要跟你抢啊！哎呀，师父，别再说，你说那么多了吼，你一直都在干嘛？我不是骂你啊，提醒你。你来学易经，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不帮助我们帮助人道的事，最起码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啊，那不是很好吗？所以就信道了，师父，谢谢我以前拢甲你见怪，反正我无看无听的恁道的事啊，啊，你骂我五年十年，迄嘛恁道的事啊。你跟妈妈妈妈有一天你也要来找我啦，因为你对我的印象很深，你才会骂我，你跟我的缘分很深，你才会骂我，我跟你有的血血累积的姻缘善姻缘非亲即友，所以你骂我，因为你特别爱我，你才会骂我，哦，骂我说什么讲易经了，还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哇，你今天悟了，你到台东到哪来上课？啊，问我讲一个月要多少？清洁费、讲义费，啊，法师没要钟点费，要吃饭呐，啊，靠巴肚啊，才够我做啊。一个月多少？
一千块多一点，因为遐贵咯，无对上过上上，你红多几啊百万，你已经爱落几啊百万落，有够几啊世人的学费啊啦，啊活该，你去交大条学费，啊我就白插了，我就回到办公室里面去了啦。伊讲就师傅，我讲话实在着啦，你莫生气诶。我食饱收完，我甲你去气要死，我甲戆诶。后摆恁倒个代志，妙法普传，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啊，你这忧神，煞来你得爱忧仪，爱忧神，甲仪神，过来关西你爱来啊，关西来这仪神啊。啊，你有父苗，你得忧神爱来啊。父母就文书，文书问题的来啊，爱修过啊。那问了怎么办？啊，就要从就祖孙聊，祖孙呢就修行啦，学道啦。你只要的是将智化忧神疑神啦，你只要还落在我的这话啊，所以这位信徒。师父啊，你先给他解决的，我才来上他干么？我说你先谈，我才给你解决。安尼尔，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烦恼是恁倒的。哈哈哈！真信徒呢？哎，都不就不来啊？那我问什么神咯？我要给他解决。我俩问啥事有解决？你啥过来找来找我啊？废话嘛，无智慧嘛，干呐知影求求求求求求，一点不修行，一点不修养，一点无法度要无想要学到。神也无欠你啦，你一个月请神请偌济？你今来拜罗祖，你嘛光两笔金蕉来尔嘛？师父，你也知我挂两笔金蕉尔，空手好货啊！这就一笔金蕉，两笔嘛，两串香蕉来拜老祖空手了。所以神仙都爱给你护着。哦，所以众生你们都很可怜呢。哦，你们来到世间不知道学一个道，学一个解脱之道，光在那边。哎呀，九九九九九六六，那无也要修诶，那众生相嘛。啊，开始是我相，我看到哦，我本来是求神，人相、众生相、受着相，哎呀，四相不开，不悟，那你怎么可以解脱？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把道修好，绝对有很大的功德力，即是功德天的境界了啦。圣教一经大学十四十五届同修，我们学一经，利己和利他。利他有利祖先、利祖灵、利众生、利冤亲债主的消灾化解。你所利的是有八万四千个利益他人。所以学易经爱学好，尤其现在时代在变，人事在变，文化在变。我现在看到常常小朋友一岁半了，手机会赖，会玩，我也比较胜了他，需要他说压那个他笑哈哈的看看看呢，再过几天看他要看同样节目，他还会去压那一个，
点咩出来？你看现在小孩子都聪明，跟人家 LKK 啊那俩。但是相对的，现代忧郁症的人很多，躁郁症的很多，而且自闭症的很多，哭的变嘎嘎的很多，很可怜。啊，因为现在的人文明，资讯发达，所以一直都往资讯里面钻，那叫做父母窑。你越钻越厉害，钻到最后爬不出来。所以现在魔鬼很多，电脑网络里面有很多的魔鬼啊，很多年轻人老年人啊都看喜欢看网络，里面的魔鬼就跑进来了，跑进眼睛，转入心田啊，鬼叫声耳朵啊，哈哈叽叽叫的声音就转到哪到心田了，这变成忧郁症，忧郁啊，所以忧郁疑神疑鬼，那用神就是父母爻，父母啊，所以父母爻他的元神就是官鬼，官鬼爻，官鬼生父母啊，生父母越来越忧郁，越严重。那怎么办？你要会自化，自化的就是用祖孙疗，祖孙疗就小孩子、小朋友，所以老人啊要多接近啊。孙子、小朋友，小朋友是自化这个鬼，祖孙爻是自化这个鬼，官鬼啊，自化鬼煞。啊，那你看年纪老了、大了，常常会梦到，而且目睭金光光嘛，看到鬼，千面鸟也都来了，就是吓得目睭金光光。南中心我念到你就知道，你就相信吗？那那个时候呢，最好你去请神，请太祖爷来抓鬼最好啦，太祖爷啊，啊太祖爷，若无你带恁家的太祖爷啦，恁囝恁媳妇，还是恁查某囝，还是孙仔的囡仔，或者幼稚园的小朋友，你用小朋友叫祖孙爻克官鬼，把这个源头斩掉去，因为父母爻都是忧神嘛，疑神疑鬼啊，啊那忧郁啊，那只有方法就用孙啊，那叫什么？那叫什么？孙子的兵法，不是孙子哦，孙子的兵法。啊，这个字，啊，老人病。啊，老人病了，用孙子兵法，祖孙疗。哎呀，所以一些你们看到老人有一症，你们尽量鼓励恁孙啊，等下给恁看花嘞，啊，给恁加持加持嘞，啊，你鼓励隔壁的孙啊、孙囡啊。那用得较困难，甲囡仔耍呢？
老人较袂忧郁症啦，咱老来你就知。这从《易经》的字画深刻，衰官鬼，鬼生父母，这忧神、忧心。啊，那么祖孙克官鬼，啊，那么父母老人家，一直开始不会像以前那样，慢慢，心境会改变。啊，为什么用孙子？祖孙聊，小孩子孙子。来个老伙仔人都亲近，所以咱老伙仔人莫过老，愈过老的人，你就愈老愈爱愈烦恼，过老就孤苦，孤苦孤苦迄苦啦，吼、哦，孤单迄苦，好、哦、孤僻。啊，是痛苦的，痛苦的。啊，孤僻，孤苦啦，孤苦啦，一苦啦，孤单家己秘伫，秘伫内底。那这是地狱界嘛？地狱界啦。所以你就愈迷愈无力，老人那么困难的老人无力，啊！你爱让囡仔激发小孩子、老大人，还有思维像囡仔，他的力量多到跳出来啊！我都跳出烦恼的地界，包括忧郁。的状态，所以各位同学们，你要会用意啊，父母爻就是要有智慧，啊，有智慧，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祝福各位。